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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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现在看到这个墙上投影出来的，就是我们元祖伏羲跟女娲氏啊。今天这两张照片呢，一样放在这个资料夹里，放在那个伺服器里面啊。然后有的这个别的地方下载的这些菩萨或者是出家师父的话，他一样可以让他们可以看到这两张图片。这可能是一般大家都没看过的啊，都没有自己都没看过。这就是讲我们讲的。我们的元祖啊，这些画都可能都是唐朝过去所画的，有一些年代了啊，我没太看清楚啊，不是近代的。先不谈这个，先看讲义啊。看到上次讲到彼此相收，沾纤毫以至其限，今天要讲到下面这一句：良以心通，则法门自在。所以一切行者当然要心通以后，所以他就能够什么，能够遍彻一切万法。但是要想能够达到心通的，必须要先什么，先要在行者心上，在行者的一些根本的所谓的方向里面，先要先能通心。什么叫先能通心？就是念念之间知道一切万法都是唯心而起，所以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行者要在一切法中，就念念在什么一切的缘起当下，念念观心，观心动止，观心成就，观心的所有一切的变化。他不是说叫你拿着离开法以后去观心，就是就现前的法中，你会看到他起初的种种心中的气氛。什么叫现前的法？哪怕是一念，哪怕是一行，哪怕是现在你所缘的一种种种境界，你都要怎样？这回光看到心中，随着境界之中啊。这所起的变化，刚开始当然是话语是这样说，但是这样说事实上都有语病，不是回光看心随的如是境界。刚开始因为在境在心，境就是境界的境，在境在心，有一般凡夫行者心中还没有什么，还没有朗然，还没有透彻，所以于境于心还不自在，所以常常假说文字，假说语言，就是说将在一切境界之中看心中的变化。事实将来你就会发现全境就是心，什么样的心中的变化就起什么样的境界，什么样的境界它就代表什么样心中的变化。从此以后你于境于心，它可以什么，它可以打成一片。既然它可以打成一片，所以它可以活在世间上，所以一切的缘起境界当下它都能够审视自心，因为知道它自己用什么样心思面对。将来也可以在任何心中的浮动里面，他可以看到他自己到底在孩子在成像之中，在境界之中，他还在做什么样的造作。当你都能够可以在这个心上都能够观察维系时，这个人他一定能得到一种智慧。什么智慧？他一定得到什么？他一定得到不被心相所束缚的清明智慧。
过去我们一般反复在心中随种种因缘现起种种诸相时，你已经堕在种种的造作假缘的那种氛围里面。事实上你在说心，你都在说心，但事实上你已经失去其心，这叫做当局者迷。行者要在过去的一切的业感当下，他不断的慢慢回光去了然，会去不断的去深刻，就是深入他的心中的变化时，久而久之在他的心里能够真正照见心中的种种的变化的作用当下，他同时也能够得到什么？心不随种种心前的境界氛围所流转的心中的空灵，心中的清净。所以就敢担当现前变化的，他将来一定是不躲在现在的所有一切业感变化里，不躲在所有一切现在的变化的业感中，也不单只是业感变化，也不躲在变化的业感中。所以有时候要你开心中的清明之智，清明之智难开，就在你现前所有的一切行为，过去流浪生死的一切行为里面，你先发起什么？发起你甘心回头审视的种种的诚意。你只要能够甘心回头，这样子不断的维系审视，不断的剖将来不断的剖析，你将来证的就是你心中清明的根本的灵敏智慧啊。所以要讲到这一念清明难说，但是你能担当现前所有一切念时，那一念中就是根本清明。因为清明与现前的所有一切变化根本不分，就好像净体跟净色中的变化它根本不是二，现前的净色的种种变化就是净体的清明。假如没有如是清明，净体更净色根本不能随缘变化，随缘尚且都不可得，何况还有净色变化可得。所以之所以它能够随缘一些，能够处处显尽一切色中的变化，是因为什么？因为它永远住在净体的清明中，净体清明从来不失误，它才能够在净色现出之时才能够什么？才能够任意变化。这个意思就是让你在随处都是什么？都念念之间，你要先通如是法，先通如是心，先通如是体。你要是真正在一切法中都能够通如是体，都通如是心，自然你就能够什么？你就能够达成心通。先通如是心，使现前的所有一切过去流转的所有一切因缘起之法，都能够体会是心。将来全然是心之时，那一全心现前就是什么？一切缘起，一切万法。所以当然心通则什么？法门自在。不单是法门自在，给你一句言语一句的文字，你都能够体会它代表心中的什么样的相。不管于一于多，你心中都能够体会着心中的所有的一切的表达的种种的含义。再一，你就会知道那是什么一，那是全心之中根本不二的大名，就是一。在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二，那是全心随缘以后处处显出差别，所以论二。它不能处处显出差别，那就不能叫做心境，那也不能叫做灵敏。但是正在显差别时，就是什么？就是根本的全一的心中的大明。这一念全一就是全部是一的那个全一，全一就是它从来不变的大明。假如他已经堕在差别，他就不能够显出差别。他为什么能够深入一切差别？是因为他正在显出差别时，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心中明明全一处。所以说二之时，他能够担当二中的种种差别当下。事实上他为什么能担当？是因为他已经浑然知道全体是一。假如他是根本不知道全体是一时，你讲到二，二是你根本不能担当，非一般众生心力之所能担当二。因为在种种差别之中，他就彼此什么？彼此相斥，彼此相克，那不是说你能担当的。法中自然他就彼此相斥，他彼此相克，你就根本不能担当。能担当的那个永远你要去记住，能担当的那个原他就永远不是什么？不是随缘所起的那些一一二二种种的差别之相。我说的一一二就是它不随着种种二中说一。所以讲到这个，是不是就要举例了？很多人在修行上面常常都会讲到，比如说打坐参禅，使心啊住在什么？把心住在一个境界之中，使心呢、啊、心住一境，心住一境。
所以都是这边都很多人都听到，这都是开始参禅之中的最初的时候，启蒙接引的时候的方便。但是就在这句话中，就可以判断出来你到底是世间凡夫，还是一个出世行者的心中的发愿的方向。出世不是，不管是出世间行者，我们去看儒家，看老庄思想，儒家都还不是出世间的，他还是世间的。就在儒家行者所谓的心住一境啊，他那个一都不是随现在一般的这个叫做法末凡夫所想的那个一，那个一现在人想的那个一是他随着种种差别以后，在这个差别相中再离一，就好像在近色之前，他随着近色种种幻惑，在黑上离一，在白上离一，在说这个一。儒家讲的心，就譬如说儒家讲的心一境性，一境性，心中的一境性，境界的境是什么境？是你看黑看白，这心中是都是一，那叫做心一境性，这也叫做住心一境，要心住一境，你要在一切差别法中体会到那个大觉心体的根本不变，那叫做心住一境。但是现在的凡夫却在那个一中又随现在的凡夫的无知的妄想堕在什么？堕在现前的种种差别的一上。前面的那种一境性，他那个一是心中的灵明，但是这个灵明之中啊，他也有什么？也有沉寂相，因为他能够守住那个不变。但是他守住这个不变之中，他是海量容纳一切变，他是海量包容一切变化，他在包容变化之中正其不变，所以将来他能够证得如是极境时，眼前所有的一切心性之中的那种海量功德永远不失。可是你说的那个意境呢？你是住在一种感觉之中，排斥种种感觉，当你其他的感觉都不知道，谁把所有的感觉都封闭起来，说你在这种感觉中，事实上你也不可能，众生心是灵敏的，你也不可能只住这种感觉中，但是你却逼心所成，就像楞严经讲，你捏着心感觉只有这种感觉，那这种感觉的执着就是将来的流浪生死的钢枪。这种一见性能入禅定吗？但是一句话就讲的心住一境，你就马上躲在什么？躲在众生妄想分别里。他为什么会躲在众生妄想分别里面？因为根本不通心悟。法法要你通心是什么意思？讲到一境，你就要拿一境去比心啊。什么是心之一境嘛？这境界的境。你念念之间不在心上毁了，所以你就根本不知道万法唯心，你也就不懂得一切唯心造。心中的一境它是包容的，所以在二十五圣行里面，你随取一根一尘，这一根一尘都是当初这个要导引这个行者在禅定之中下手的方便。二十五圣行譬如在眼根，或者在色尘，或者在耳根，或者在身尘，这叫做一境。但是这个一境之中，譬如在眼根之中所设的所有，而且眼根之中所有成就的种种法，在色尘之中所设的一切，色尘之中所有一切的变化，你都要在色尘之中担当。所以讲到这个一，是在二十五圣恨之中的那个一，那是心中随取一缘作一。但是这个一缘还不是大家说像刚刚要凡夫所想的，是憋委屈心性锁在某一个感受上。这个一根一尘，在一个一尘一尘之中的变化，它所起的变化，就是随举一个色尘之中的变化，它是等同六根的所有一切变化。色尘之上所有一切的这个集起相，一切的这个染尘相，一切的转变相，跟一切心中的所有一切变化是全然相同。不过只是因为众生的心中啊，你不给他一个名字，不给他一个方向，他很难下手。所以如果要接近众生心故，方便说种种一根一尘，但是随举一根一尘，你心中要包容的事实上是什么？是一切这个尘中所设的一切尘。所以他还不是什么？他还不是憋心呢，他还不是把心憋在某种感受上。所以他在这一根一尘之中，若是心中能够开，就是开明时或通知时，他心中那种心中的得恨跟那种包容
他是什么？六根都同时得解脱的。小圣人在这边证得极尽时，他能够担当一切的念头起处，都知道是虚妄，而不是不能包容，他不是只是锁在一种境界里的，他是能够通达一切万法都是虚妄，只是他唯一差别是什么？他既然知道虚妄，所以他不在妄上多做法心。大圣人的心一静心，知道连妄中都是心，显妄之时，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心中的根本的本真，就是真心明镜啊。所以何必舍妄？何必离妄？所以能在妄上所有的一切的智慧的流露，也是什么？也是真性，它能够应对应缘的时候一切什么灵明的表现而已。黑来现黑，白来现白，灵明的表现而已。你不知道黑来现黑，白来现白，所以从此以后才会堕在现前以后，就堕在妄想执着上流浪生死，才忘起痛苦，忘起执着，忘起这种五蕴的，形成五蕴的，所以才会形成什么一切苦厄苦难。但是你要是通达这个心一静心时，你看到这个五蕴其实都是什么？都是一心所成，名字一一都是历历在前，根本不必坏。色受想行识，你不必坏它，它全是大觉心性因缘时所流出的根本清明的智慧。所以这叫五蕴皆空啊！五蕴皆空不是说从来以后从此以后五蕴不做了，没有，在这里面没有法中就不能够成就了，是你根本不堕在蕴中所蕴。因为五蕴皆空是说是都是一心所起，一心所起根本不再更立五蕴的名字，但是五蕴现前全是一心，一心现前它能够成就种种五蕴，所以这叫五蕴皆空。所以这个空字是什么？空字不是断灭相，空字是什么？祸通相，空字是包容相，叫五蕴皆空。你自然就不会堕在上面再起苦厄，因为你就不知道根本就是大觉，所以在这里面就随主五蕴色受想行识，所以说判成苦厄。所以菩萨他才能够在心一静心之中，他坦然流露一切心中的根本灵明的这种智光。小圣人只是在心一静心之中，他能够证得原来所有什么，原来一切万法所起之处其实都是什么根本一个心真净明性而已，所以他立个真性。但这里面绝对没有什么，没有像现在凡夫说的那种一种境界，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把心锁在一种感受上。上次讲到儒家讲的慎独，我都讲过那个独是一，老庄讲的见独，那个独就是什么？他能够看一切就是这个世间的万法变化时，他知道根本就是什么，根本都是一个灵明而已，从来不二。因为不二故才能够起出种种千变万化，要是你已经是二就不能起变化，那是万法都能断灭。像这种道理不必我再一次一次重复了，你们应该常常听了知道，那叫见毒啊。那个见毒也就是什么？这种见毒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圆通章里面讲的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入流王所，你不要只是听到这句话，只是讲到王所，往所知时啊，能相也破。没有所哪有能嘛？绝无无所之能呢、啊，也从来没有一个没能的之所。能所你们听不清楚，在一切法中一定有个什么一个能心跟所心嘛。今天我说我见，看到一样东西见，见又一定有个能见跟所见。我们众生凡夫是会堕在所见之中，忘记能见。所见是随缘的，缘来则来，缘去则去，我们却在缘前生缘灭之中常常就是随他的随他沉浮。但你没有能见会有所见吗？你仔细思维，你的能见从来都不会什么随这些生灭生生灭灭随他起起伏伏，因为你什么能见的那个心见沉就是沉下去，见沉也是见，见浮也是见，见起也是见，见末也是见，从来没有生沉起末。可是你要是没有所见，哪有这个能见呢？
所以当你要是知道入流王所，事实上什么能向野魄，这要打成一片。能向野魄表示什么？所能它全然都什么？都是会归在一处啊。你只要立一个能，它就有所；你要立一个所，它就有能呢、啊。所以楞严经讲所即妄立，所以最初众生就立一个所。所既然是妄，虚妄立了，所以生如妄能，就生了你的妄虚妄的能。所以从此在能所之中流浪生死。今天你已经知道所入即灭，那能相当然灭。能相灭是什么？它已经打全然回归于一了。那个一中啊，不立名字，不说能所，就叫见毒。但是这个毒是什么？它能够看一切，它能够包容一切。儒家的思想、老庄思想都不是现在人所体会的那种的。打坐参禅就给你一个，你只能守住那里那种感受。那你说安娜波那不是属习吗？属习是什么？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根本搞不清楚。安波只是什么？前方便。安波是入禅定之前的调身调息。属习能开大智慧吗？因为你调身调息心境以后能开智慧。就好像人生病投药，因为病重不下的药方对吧，他都有的时候中医他就可以搞不好给你用三期不同的药，前一期除去现前的种种的表上表病的病表上面的种种疾苦，第二期可能调理你内里面的心的种种的气血，强你的本，固你的本，第三期在本中跟病中跟病末同时做一次了断。但你没有先前的先急先止皮表肌表之苦，你也不能够往下面固本。所以安波是先止其肌表而已，调其你的心气而已。将来心气若调，才能开智慧，这是必然。所以说安用安波成佛是绝无可能，不知道调息想要成佛一样无可能。这道理是要你这样子去融通的，你不能直指的说那个那个安波不是吗？那但是安波也告诉你他也不是什么，住在那一静心。安波就是在调息的时候，在数息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什么？能数的那个心呢，从来不随妄息。属息有很多种，有的关鼻端白，就是鼻气鼻的触接触鼻息鼻息的接触。所以有尊者在鼻端白中证阿罗汉的，他也能够观这个气中出入，根本不是过去所执着的那些东西。过去是连不但是在法中执着，连个呼吸息都执着。什么叫执着？你可能体会不出来。你说师父，我怎么体会不出来？我呼吸执着了。你完全是躲在气体之上感觉呼吸。像我们现在呼吸，因为你呼吸惯了，你不觉得执着，但是你就是永远躲在气体之上。就好像镜子照色之时，其实全色那是镜照，可是你却在镜照照出色时，你躲在的是色执之上。身体的呼吸也是这样的，他呼吸只是大觉心性之中的吐纳而已，可是这大觉心性在随这个尘缘的吐纳之相之中，吞吐跟吐纳之相之中，你虽然我们已经堕在这个业力上需要这种吐纳这个吸气，但是你又堕在什么气这个上面，完全堕在尘执之上。将来要是少一点空气啊，你就会觉得很不自在，因为你执着太深。可假如心中都有禅定了，不要说他真正证到此心的了，在那大高山之上不干什么，空气微薄，他心里面都不会觉得有什么种种差异，对吧？那他不同我们这些凡夫了，你看我上了这个3000多，我就差不多快挂了，对吧？挂就是会挂在里面变腊肉，对吧？我刚刚回来到了冬天就变腊肉在里面。
因为就是浊气，你就觉得呼上呼不上那一口，这就是浊，那完全是浊。你要是有禅定，就不是这样子。这是讲题外话，就是讲这个心一境性。你连这个安波你都认为说是，那就是你执着在这个上面，你认为说他那个就是心一境性，那也错了，因为安波倒还不是像你讲的那种意，锁在那种一境一缘之中，那是一吗？光你讲这个一境一缘就是什么？就是闭塞之相。光你讲这个一境一缘就是什么？不通如是心法。叫你通的就是一心，没要你随的是那种以尘执中的一境。就好像你在镜子前面，你抓着镜中的黑，你就守着黑，你能找到镜体吗？当然有人说呢，再黑再白，不是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法门之中只能单取一项啊。你在任何法门之中随取它的黑，你就要知道它是净体，全净全黑是净啊。道理不是如此吗？是如此啊，全黑是净是道理如此，但不是叫你直黑说净啊，这里面叫清清楚楚啊。虽然众生的心智有限，有这个限量的，他不能马上这个，他没有那个因缘说他能够广纳种种种缘，他都要都现在的现前种种因缘之中，就他的因缘，就他现在所处的业感之中，就能够拔除他的业，拔除他的生死过患。所以就你现在的镜子照出的黑中的黑缘之中啊，告诉你全黑是净，但你不能浊黑是净啊，直黑是净。你直的在黑中，你想要观的时候，将来观出这个净体来，可能吗？这就如同什么？如同你要磨砖成镜子一样，如同你打坐想要成佛一样，绝无可能。这绝无可能。所以光这个一点上面，大众的所有一切凡夫之见，你就会知道它有多么的狭隘。凡夫的之见有我所谓的狭隘，就是它多么的闭塞狭隘。所以我常常讲那个圆觉经中一句话，像金刚藏菩萨问佛，常常在这边讲，可能你们都还不会听得懂。因为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金刚藏菩萨就怀疑，那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他什么时候流转在众生？那现在释迦世尊已经成佛，那是不是什么时候还要流转在成众生？所以佛就告诉他，你云使月运周行暗仪啊，如是俗世所问非为正问。所以也有很多人读了以后认为说，金刚藏菩萨问的这个问题啊，世尊没答，还留下了很多的疑问在这边，这是因为你看不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已经告诉你根本的什么诸法实相，就好像在镜子前面告诉你一切镜色本来就是镜，可是你马上又问，那净色既然成净色，既然变成净体，那什么净体又流回净色？我最初告诉你一切净色本来是净实，他就叫你打破在净色净体的名字了，你居然还不打破，你还是最初有如是净色变成了净体，那你还是二啊。我要你是一切净色本来是净，因为哪个净色不是净体，那你就是什么？你要再把净色跟净体同时打破，那就叫做什么？找到净体。可是你后面又在问了，那既然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是你好像问一切净色本来是净，你问这句话的时候，你是根本骨子里还是认为是二，还是执着于两个名字，净色变成净体，众生变成佛。假如你要知道一切净色本来是净，那你当然知道镜子现前就是净色，镜子现前就是净色的时候，它有流转吗？镜子不现净色才叫流转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好像你在一切所有一切念头当下，你都要知道，这就是你的根本大觉性体嘛。当下就叫你担当，这叫直下担当，才叫金刚藏，他才叫金刚藏菩萨。金刚藏菩萨问啊，直下担当，这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种种心中的种种揣度、蠢度，还有种种一些的一些虚伪，不然就维系的一些疑惑吗？当下担当，当下担当的人怎么还会问出那一切众生？就算世尊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光这句话就是一了，就表示你还是二了。
那诸佛什么时候又断回众生？因为过去在一切众生当下，就是一切万法当下，你不知道它就是觉，所以你才会流浪在众生众生之中啊。你要是知道原来一切万法一切众生当下其实就是佛，那哪一个大觉现前的不都是说有一切庄严境界，那就叫众生。他正在现众生的有流转吗？你问的那句话是刚开始就流转，所以他跟你讲说不是正问，不是正问，就是你这个问题在你心中已经不是正思维了，思维错了。你要是不是正思维，你把它当成二了，就好像你在净色之前说一切净色本来是净体，那净体既然会变成净色，既然会变成净体，那净体什么时候流浪在净色？你这永远是在二上搅扰的，这个叫做云始月运周行暗移。我在跟你讲什么你都不可能懂的，听懂吗？佛讲完了懂吗？他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能够得到能够体会这一章的人啊，功德无量，直下担当，所以叫金刚藏。但我们的凡夫呢，不要说心一尽性，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就还抓着众生本来是佛，你就没有直下担当。讲你不能直下担当，说一切净色本来是净，你还抓着净色本来是净，你永远还找不到净。虚妄的名字在你心中没有融通，你根本不通如是心嘛，当然就流浪。你就是啥，一句话就知道，那就是流浪。所以最初众生的维系处就是在这里流浪，所以叫金刚藏，不能破得此这种障碍。那心中的直下担当，那才是真金刚藏。所以金刚者不坏也，大觉心性啊，为什么不坏？它就不是让你在名字向上所有一切种种众生的缘起这种妄想业力上面不断的搅扰的，因为它是根本你心性之中的本来具足的大名，它能够生成一切万法，因为万法是由它生起，所以一切万法坏不得它。就算有法能坏，现出如是坏，都是什么？都是如是大觉心中所现的相，叫做坏。决心现一个觉，它能坏这个觉，整个坏这个觉还是决心所现，就好像电视荧幕上在拍那个电影荧幕上拍电影一样，那不过就是影尘，所有的一切你觉得坏觉都是影尘而已。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坏能坏觉的那个坏觉还是由觉显出坏觉，都是影尘。什么叫做坏？妄分故坏，不通如是心故坏。所以不通心故就坏，通心故。什么叫通心？就是在一切法中，譬如说我讲到上次讲过一句话叫死此此死，这边死了彼生，大家听了以后讲楞严经讲此死彼生，所以啊马上我觉得哎呀，那我也相信啊，这个有轮回啊，我这边死了以后将来下面就是我到别的地方去投胎了，我生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这样思维，我或许别的人啊，不懂佛法的人或许认为说，哎呀，你终于懂得一点道理了，你知道有轮回了，所以你好像感觉上你比较放得开了，放得下了。这个人还是讲这种话还是痴。什么我这边死了到别的生，别的地方生，你这个生生死死之中那个我没死，你能带这个我走吗？将来生中，比如说我四自然走的时候，下次我还知道我是四自然吗？我要不小心变成胖妹，我还知道我是四自然吗？我还会有这种我的感觉吗？那你既然连这个感觉完体就整体都是将来要随业力投胎的，你现在还抓着这个我的感觉认为我要去投胎，那对吗？不是我死我生的，因为我死我生你就是觉得说，哎，这还有个我在，所以这个我不死啊，这个佛法你都什么，你永远不能够入心啊，你只能方便说什么死我生我，死的时候这个我也死了，生的时候随下次的因缘生种种我，
所以你就能够甘心怎么放下现在从现前的种种我的执着跟感受。这当然这个我都要死啊，不是我死我生，是死我生我。你就可以放下现前的感受了。你能放下现前感受时，就跟你心中根本不着的种种功德能接近一步。当然不是放下就是毕竟，但是你眼前的尘执若是不放，你根本看不到你本来面目。就好像你捉住这个眼前的景色不放，你在这边说什么心一静性啊，或干什么执着，或者流随他的势力流浪，你根本看不到根本清明净体的那个一根本的根本本来的一个清明心。放下的目的也是要你什么？要你看到根本大觉本体。所以佛门之中讲的任何的一切文字，所有一切语言，它都是要你跟心相会。放下不是叫你无谓的放下，是因为要证得如是根本本来面目故，做现前的种种放下。你要是根本不知道所有的一切本来的面目，根本不发如是心故，没事在那讲放下放下放下，放到最后你自己都怀疑你讲这句话对不对。最后有人问你，一天到晚讲放下干什么？我要你现在这一念也放下，他就是傻了。这一念怎么放？这一念怎么放下？所以就人很多就在这边不断的用言语之间，在尤其是网络上就在这边互相搅扰，怎么放？我要你放下放下这一念你放下，你放下这一念你放下，你会发现放不下，因为你觉得说好，我放下了，那还是那一念，你再怎么往下说都还是那一念，不死，老贼不死。但是你要知道决心呢，我就算这一念起住，我觉得放下，我觉得这一念该放下，我觉得这一念不放下，我都已经知道是觉体了。觉体看到念头前的放下放不下，我根本不住在这个念手上，就好像镜子看到镜色现黑现白，镜体从来不住黑白，那叫真放下。你不知镜体，不知觉体，你说的放下是不可能，知道吗？你绝对不可能，这觉体是可以证得的。因为在一切念头当下都是生生灭灭，能觉得是谁？不就是他吗？所以你无量劫来从来不是。那你抓的念头说放下念头，那叫愚痴。你看到觉体，一切念头都放。这个，但是这个放下之中有大担当，是吧？他正在放时，也是正在担当处。那跟你过去讲的放下，那你只能放下，就不能担当。那完全不同的发心了。所以不是叫做回光返照，不是讲到心体的，讲一切佛法都叫什么？就叫谤法，都不在心上说。所以讲心一静心，讲什么东西全然不在心中发心。所以我常说根本的佛门之中的基础教育，就是要让所有一切行者一心切念万法唯心，从心开始起心。什么叫万法唯心？你念念之间，不管哪个法门、哪个文字、哪一段语言、哪一段经文，你都要跟现在的心中的种种一切境界相会。你要念念之间观察自心。有的人说我念念之间观察自心，所以不读文字不算什么，那是过去啊，祖师啊，他们正法其实祖师的智慧可以啊。现在你能吗？过去祖师啊，所有起心动念全是正念。你说师自然讲这个有道理吗？当然有。过去不要讲祖师，连儒家所的行者都是正念，现在人还有正念吗？现在人全是邪取。我所谓的邪取不见得说他起恶念，但他就都是追逐感受，都是恶念邪取。追逐感受刚不讲的恶念就是刺心嘛，刺心就是恶嘛，以前讲那个刺心不就叫做恶吗？恶就是一个亚洲的亚，一个心嘛，亚者次心，只要不是一心的，是次心的，都叫做恶念。所以你们就必须要什么？要常常去熏习文字，你才能起思维。因为你有这个正思维，不同于世间的一般这种沉沦的这种气氛，所以你才能够在这个文字当下什么？反观心中的变化，观心动止，观心即灭，观心所有的一切相，才能观。
但是你最初修行你就念念不关心呢，所起的文字又是在伐墨之时，你都是追逐世间相啊，心住一境，你也在怀疑，那个只有什么一门深入，你也怀疑，所以怀疑一门深入，说不可能有一门深入啊。但有的人就跟你说有一门深入啊，这两个都叫做二边。有的说一门深入就是你只能抓着这一门，就好像刚刚讲的，就在镜前你抓着黑叫一门深入。有的就怀疑这种叫一门深入吗？可能吗？因为随时都是种种门，总有可能一门深入呢。你在黑中能深入白吗？不可能嘛。谁叫你在近色之中深入一切近色？近色跟近色根本不能深入嘛。你要是在净体上就叫一门，那个一门是过去你现黑现白它都是一，从来不变。你能够找到这个净体，找到这个觉体，它当然随举一门，再黑能知白，再白能知黑。你随举一门，因为它已经它的体中已经方向明确，随举一门它能够深入种种门。因为这一念心体非黑非白，非大非小，你随给它 一法，是大它知小，是黑它知白，给它黑他知白，给他白他知黑，他能深入一切法。这个心体不是你执着那个一门，所以我常常说怎么会没有一门深入呢？一个人心中要是说小孩子像读书时，他才有一念这种确切的愿力，我要好好的求得学问，从此以后在这一个愿力之中，他能够广学广博，他能够博学博文，他在学那么多东西，他只会感觉什么？我就是学医学，学医法，什么学？知识、学问。他不会觉得有二。可是现在所谓的一门深入呢？你要是不念佛了，你就觉得你是学二法。那你念了那么多年佛，等于没有用。你一天到晚念大山的名字，是让你心中豁达。可是你念了大山以后，看到大海以后，你说哎，心乱了，不念了。你看海水那个你看奔腾的这个样子，天哪，波涛汹涌，乱七八糟，那你念大山白念了。大山你又豁达，不看到大海，看到大水，再从波涛汹涌，心中依旧豁达。他可以从读是山中所熏习的豁达，他能够于去临万法临万物之时，他都能够在万法万物同样同得到过去没有感受到的豁达。他同样不但是山给他的豁达，他在一些万物之中一样同样可以吸收到种种豁达，因为他习惯于豁达。所以真正念佛的名字的人，他当然听到华严经，他知道原来这华严经中所说的佛名清清楚楚，听到金刚经他就知道原来讲到这个佛名之中的所有一切心性之中的根本空灵明明白白。当他知道一切心经一切经文之中都是讲一句佛名当下，回去他再好好念这句佛时，他是广博相，他这句佛中他就有华严经中的力劫菩萨的力劫修行，他就能够起金刚经中所有的根本心中的灵明即占。你是从一门入，所以你要看到一切门中都有你现所入的那一门之中的影子，那才叫一门深入，那是决心就是如此。你假如说只能这一门其他门都不能入，那叫做障蔽决心，那你还是要佛法。决心就是你给他一个什么觉，他从给他一个缘起，给他就好像一个影子，给他一个缘起之相，从此这个缘中他能够开拓开展一切如同此缘的一切万法，这叫做以觉应一切觉，这才叫做决心相应。你给他一个缘起，给他一个因缘，他却从此以后障蔽，那叫做断灭佛性。但现在人教你念佛就是这个，所以有的人就会怀疑，那没有这个一门深入，讲那个种一门深入叫做愚痴，那叫做魔说，后来又为了要排斥说没有这种一门深入，那也叫痴。怎么不是一门深入？你应该佛门中的行者应该要什么？要端正此一啊，讲他那个一不是现在众生所谓的那种一吗？那种一是什么？那种一是一切万德的所缘的，一生啊，二生三，三生万物，那是一切万物之始啊。但一个佛门世门中人却现在把这个一讲得这么避俗，
猥琐，这是什么？不通心故。虽然说心通则法门自在，一切佛门中，尤其是佛门中的道理，因为佛门就是让你心中能觉的，所以佛家的东西它可以什么深入一切过去众生的业缘，就现在一些众生的业力业境之中，它可以入不同种种的文化，不同种种的国度，因为众生的因缘不同故，身在的所谓国家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不同，但是你永远要知道，因为懂得心法的人，虽然表现的文化跟种种的这个这种行为不一样，但是都是什么？都是要说众生业力。在这些表现不同之中，但是你会发现业力根本在法性中，在法位之中的这个业力的名字都还是同，贪嗔痴是同，对吧？流转是同，种种各种业境是同，只是表达出来的行为总表征不同，或者是服装不同，或者是什么不同。因为佛法知道它就是什么，因为迷失自心一故，它会堕在种种业感中，那随众生不同的业感显出种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礼节，不同的行仪，所以又让大家找不到方向。佛门最直接，就是直接就是什么，就用你现前你所居住在这任何国度所正在应现前的种种业感当下，我要让你阐明自心就是了。我不必改变你的国土，我不必改变你的文化，我不必改变你的衣装，我就让你在现前你要知道穿这个衣做这件事代表什么心。所以佛法能够深入一切民族一切文化，因为它就以你现前的文化之中，它更要你发明自心就好了，它不做改变。所以同样的道理啊，他就用你现前的业力因缘，他就在你的现在所修的修行上面，他就让你发明自信就好。你是念佛的，他还叫你念佛，但是你就要通达在这个念佛法门之中，你就要通达什么叫做一嘛，什么叫做觉嘛，通达这个心嘛。所以过去我常常讲，不是我常常讲，六祖坛经里面不是有个故事，一个祖师名字我那天讲了，我要是要查又忘，你看这个业障鬼啊，我不是说祖师，不说我业障鬼啊。他是送法华经的去参六祖，结果他因为他贡高我慢，这是哪一个祖师啊，名字忘了啊，你们下去自己查。就后来祖师给他开示，不是说后面就有一句话流传在后世，对吧？心迷法华转，对吧？心悟转法华，不是吧？就好像这句话，这个祖师从此以后心里面大悟，理六祖以后就回去了，他一样还念法华，没有要改变他的行为啊，就你现前的所有修行的法门，因为众生的因缘有限，就你修行的现前的修行的法门，我一样不变你，但是我让你更能什么阐明自心。阐明自心就是你能够见到那个什么心一净心，见到那个根本觉的根本的所有一切的清明心，大觉的清明心。所以你正在念佛当下，你的阿弥陀佛，你要知道什么？念念回光，看到你根本自心中的具体的清明啊。你要能够感受到你将来去的西方的世界其实都是心中的世界，哪一个世界不是从心感成的？假如没有心还有世界吗？所以他就会乖乖在心中看他的西方了，他就不会像现在念佛念到最后永远是追求心外西方了。要是追求心外西方了，尚且这个道理你还什么跟老庄思想都赶不上了，跟儒家思想你都已经叫退步了，那还好意思叫世门思想？那有的人说，那原来是心中的西方啊，那是没有世界，你又糊涂了。心中现前都是世界，谁跟你讲说没世界呢？只是最初你迷成外在世界，从来不知道心。所以我告诉你，是在心世界在心中建立，所以你又都在心中说啊，原来没有世界，都是心。你断灭，你搞断灭，现他心中就会现世界。过去在净色之中，你迷的净色不知道是净，所以告诉你是净，后来你知道原来一切净色都是净，在一切净色都是净以后就没净色了，那一切镜子都是净色你不知道吗？还会现世界，将来你现出世界时就叫西方，
你是什么样的心境，所现就是西方，一成真经体，不再重为框，所以你将来永远不会堕娑婆，你知道吗？不堕娑婆就是什么？你念头起处，你就不会随尘相转，你念头起处都在觉心中见，觉心中见处处是觉，通体是觉，随念而转，从此以后在觉之中就是分将分也，它叫做体，它叫做用的。那你说，那在佛法中不是也讲体用，讲讲理事吗？那是你在觉心上知道一切理事体用，说尽一切理事体用时，这个人呢、心中永远不离开那个一，那个一就是全然的心中的领域。可是你要是背离此觉体，你说那个一呢？那真的就是什么意义割分、意义划分、意义分离，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上次才讲到割解义，出家人穿割解义，不是要割解你，是要你去懂得割解。当你能够去包容一切割解时，你是做主的。你包容一切割解时，你就不被他割解。所以割解不是讲有两种意思吗？凡夫的割解是从此以后割开、截断；行者的割解，割者之分明，割叫做分，截者叫做裁断。裁断是什么？裁断是心中能够做主，完全不用。光一个割节，你用的就不同了。一个是在随业，一个是做主，完全不同。所以那叫填一下，填随业就变成一块一块的填，填主，从此有分将分也。填你要是明白时，你看到一切填时，你是同于一切填，一切这个这种填下来。那才叫福田，因为你知道一切田相怎么成的。他不是不能够知道田，他不是不能够割解，但是割解之中，他心中都是同欲相。这才叫福田意，心要念念之间都要在念头上懂得如是割解，懂得如是田相的人叫身披割解意。因为意就是法，你要念念之间都要能够服如是法。你要是真的能够知道身披割解义，都是能在种种割解之中能同欲，那请问你怎么还会再说那种一门深入？你怎么还会再说那种心一尽性？那种是被割解的，割断、截断、割开、截断。你同样是花了这一生的生命的，你同样是花了这个时光，你同样花了这些精神，可是劝你却让你念念之间在这上面研究，就是那种闭，就是那种封闭的那种意义，那叫做真的什么？那真的叫做残害众生，法身慧命。同样的时间，同样开始观想，你观想如此的一是豁达的，如是一是包容的，于是他能够包容一切念，因为包容一切念时，他在最初也是什么？念念之间他已经愿意相信那是一，后来就在一切法中证得如是一。这种人用同样的光阴、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寿命，他将来能够了脱种种分别境界中的种种的惑浊，分别境中的惑浊，因为他在分别境界中看到就是一啊。前面那叫做杀人慧命，但是有多少人，你们天天在那边讲的心一静心就是那个。像你们还是随便去逛所，尤其是出家时逛所，心一静心就是住在一种感觉上面，找一个叫你再说，你自己都为证。所以我说，假如你有一点点好心，参过禅打不坐，你都应该知道不是这种，不是你说的那种。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说那种？莫怪老辣怀疑你平常都在干啥，对吧？这句话听懂吧？这句话比较白话，对吧？这是心一静心，这叫做通心，叫做法门自在。所以这个通心之中，你会知道心可以处处立种种我。所以刚刚不会说是我生我死，是死我生我。大觉心性非种种我，它才能够立种种我。所以你在看到种种我中了，他已经早就住在非种种我的大明之中，随缘说，哎呀，这个是我，那个是我，就好像刚刚讲到，你知道这一个生中，这一生死了是我死了，就是死掉这个我了，将来生中生下面那个我，这是一起果报相，
你心中再维系的时候，念念刹那想都会知道，前面感受我死了，我说的是死掉那个我啊，不是你们刚刚讲的那个我死，死掉那个我，后面感受生的时候又生了另外一个我，你会发现种种我中的随中缘起变化生灭的不同，你能够感受那种不同时，你心中能起大包容，包容缘起生的种种我。当你能够包容生的种种我时，你会发现你同样同时证一个智慧，就是不住种种我。那种人叫做开始照见观音，照见自在，照见弥勒净土，照见弥勒楼阁。观音是同体相，弥勒是无缘大慈相。你不缘种种说我，我非种种我才能现种种我，可你的我是什么？你要缘种种缘气才能够有我，没有那个缘气你就找不到我。现前这种沉闷的业感就是你的元气，你就抓这个元气认为那是我，事实上我死了以后连自然这两个字自然的感觉都没有了，何况还有那个我。所以你只要堕在我相之中就是什么，就是被觉。你只要站在觉体之中啊，他一定知道一切我相，站在我相就被觉，就背离了觉体，站在觉体就一知道我相，觉体知我相，但是它是无我相，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听懂吗？这叫《金刚经》，对吧？无人问呐，对吧？光听到这个气氛呐，这目的告诉你，无我相是能够深入一切我，你不要堕在我相以后背了觉以后再也不能够什么，从我中不得自在。这个根本大觉境界能现一切我的，他绝对不会一个被种种我所坏，所以叫金刚。他能够生一切我，所以叫金刚。金刚有二义，一切法中由他生，金刚。他一切法中不能坏，金刚。因为有我故才有对待，对待就是人相。有我有对待，那就是众生相，一大堆乱七八糟出来了。于是在种种感受之中，就会觉得什么，就有时间时光的种种差别相，种种这个念头之中的所有它的时间的这种生成相，就是受者相。你不就是在这上面一直在牵流，就老是感觉到这个法有，因为有我，所以就有对待有人。当你觉得有对待时，更坚固那个我执。但是你那个我执就像人所一样，你的我执在哪里来的？就在那望见有人，觉得有我是当下就知道有人，当下知道有人是就是我，于是彼此在这边互相对待，就是众生相啊。于是你如果堕在法法之中，感受随其时，这个每一个法之中它的缘起的时间的长短，以后在那边望执。哎呀，这种感受，这种怎么样？妄执，这种受者相，受者命也。不但有时间相，还有什么？还有投身其中。投身其中就是命。但因为众生的业力之中，讲到每一个文字都不是自在的，所以你只能投身其中。只要行者心中讲的命是自己做主，那个命中的讲法就不同了，就完全不同。所以不是讲金刚经，今天不是讲金刚经，随便带到。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也是什么，也叫你念念之间看到大觉的，你叫你念念之间证此心中根本不坏的本来面目。你不要随缘起的生生灭灭，你突然感觉到烦恼，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它，那种烦恼之中你就觉得是坏相，有生有灭都是坏相。既然有生有灭都是坏相，所以你就常住生灭之中产生烦恼。大觉心中觉生之事也是他嘛，觉灭之事也是他，谁在生灭之中再起什么心中惆怅了、不舍了、难过了，觉得难过也是觉。所以呢，你说那众生就不要有感情了，那有这个有情的话，我惆怅难过不是对他有帮助吗？这种帮助只会什么？只会祸乱众生。众生就是在这种那种种种的世间的种种恶浊感觉之中，什么觉得可怜他啦、惆怅啦、什么心中感动啦，这种感受之中，只能让众生念念之间追逐幻也。你要真是大有情，还得众生本来清净。我不是对众生无情，我而是不要陷众生堕在这种卑劣有情上，而生死生生世世流浪痛苦。
所以达摩九年面壁从来不笑，那叫对苍生开甘露法门、啊、那叫对苍生起大慈悲啊！你就是那一点点愁上，觉得可怜，觉得可怜他，你觉得就是慈悲啊？那迟来的悲，迟来就会可悲啊！修淡来都行，就哭可悲了，叫迟来慈悲。行者理心要正，把心要理正，这叫做通心则法门自在，心通则法门自在。下面一句，意显则大智犹成，意显，所以道理都知道了，心通都知道，心既然通了，所以他能够处处什么，处处现出理来。刚好我刚刚讲到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一句话刚好讲意显则大智犹成。你知道意字现前时就是什么，就是最初的大我现前，大我，大我还不是立立相，大我现前。所以那个意字上面一个阳，下面一个我，阳者，阳者是什么？显现，阳者祥也，祥和的祥。你看，要是世间上，尤其是中国文化里面讲到祥和，都是画两只羊，对吧？祥也，祥就是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能够现种种我，但是这种我就是他是大我，他不堕在我相之中的大我。所以你不要一些想到说无我相无人相，那人就断灭了，大我之中从来不灭。你要那个小我才会灭了，没事就在灭，刹罗生刹罗灭，你不觉得吗？你在刹罗生刹罗灭的小我之中，你还觉得你还追逐小我是我吗？你自己不会回光一下看看你到底是哪个我，哪个我都是刹罗生刹罗灭，你会发现你哪个我都不是，所以你才能够现种种我。那就是什么？那叫做意显，种种我相显了。他能够通达一切我了，这个通达一切我时又不度我相，所以这种通达时他就什么，他就不会堕在我中立种种知了。这种通达就像知一样，任何知中都有我，但是他是随日而知的，就是那个日照，他能够照种种我，他就永远不堕种种我。所以那个知下面有个日，叫做智，意显大智犹成。所以讲到这个意，我就想到现在你看到这个图，我们的元祖伏羲，伏者就是什么？伏者就是根本的本来的心中的清明开始随缘向下开眼，向下伏浮在上面，向下开眼，浮息就有这个意字在上面，但是它下面还多一个考，就是那个考字，就是其意可考。伏息它不就多了这个考字吗？对吧？你能够看到那个意，看到那个我中可考，考就是什么？能救，能参救，能够现前。所以伏羲又叫什么？叫做太昊，昊者就是什么？日天，一个日一个天，就是日天太昊。最初的决心入世的时候的大明之初，就是伏羲。伏羲现前就是什么？他能够随明而就能够身中种明，随心中的大照之中，他就能够什么？他就能够滋润成种种照。所以你看到伏羲当下，就好像我刚刚跟你讲，都看到我相，当下就有人相。你看到照心现前时，大觉的心性，它能够随缘，它能够开始随缘向下流眼之处，那个大照现前时，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大觉心性开始什么？处处润身之处，滋润身之处。所以看到伏羲时就是女王。所以有的人说我们祖先是伏羲，也有人说我们的元祖是女王。他们根本就是一母所生，兄妹相称。兄是什么？从根本大照之中，他能够随缘开始趁照显照的时候，如同什么？如同就开了一个口，大天开了一个口，口是什么？可以流露出种种的情境。所以一个口字下面一个人兄，那个是人字旁，人，那不是儿。是人，妹呢？
媚就是，我不讲那个女字是什么意思，女字就是向下滋润，它能够抚育的时候就是媚，它是女德现前之处。那为什么旁边这个媚？大赵罪名时叫做武，向下就是媚，向下又是什么？显出女德才能够润身的时候就是媚，所以他们叫兄妹，一母所生，什么母？他们根本是一体所起嘛，就大觉心性所起嘛。所以他们的万法一定是一，既然是一起所起，所以感觉到什么？感觉他们就是处处相交。所以《佛经》里面古记载，人首、龙身，会有人说蛇身。龙蛇的分别就在什么？你看到大赵的步行步当下，那个赵心的行步就是龙身；你看到他开始随缘处处从缘起赵开始，就是从赵起出种种赵，从赵起赵，你们应该听得很清楚了吧？听这个应该不会再很沉闷了吧？从赵起赵，听得懂吗？赵心现前是赵，正现前处就变成起赵，起出随赵，就好像镜子现前的时候，其实叫做镜照。可是你看到镜照时，就是什么？就是种种色，那叫随照。所以全部随照就是根本的大照。大照你看不到的，看到时已成随照。随照你根本不可得的，因为全部随照就是大照。这叫做心要分得清楚，叫做心通，这叫做意显。你要是真的连这个心境都能分清楚，你怎么会在种种随照念头上面还在说我烦恼，我要断烦恼？凡夫说我很烦恼，我要断烦恼，求得断烦恼的法门，因为他是凡夫，我们姑且可以忍耐。行者到现在出家十几年，说我烦恼，我要断烦恼，我有点不太能够忍耐，对吧？这开玩笑，为什么不能忍耐？你还在抓着烦恼说烦恼？你不知道眼前烦恼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你大觉心性。你只要认它的本来面目，烦恼自消。你不认它的本来面目，你处处想要断掉眼前的惑浊之中随照所起的种种惑浊，你想要断，你断不得的，永远一辈子你找不到断得的法门，你永远断就头上安头而已。所以现前就是女娲，你会发现这个字，这个形状像个什么字？女人的女，就是女。所以女之一字其实就在哪里？女之一字啊，就在大觉心性向下润身之处，润身之处。所以这个女啊，在女者就在中国字典上来讲就叫做阴，阴阳二性的阴。那你说跟大照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关系？能照当下，它就能够什么？能够应万物。所以照起之处，其实它是照体，可是你马上感觉到就是它能应万物的应。所以照必有应，所以马上看到就是女相，它就能够能润万物，就是阴。所以阴阳二法它根本就是一体，全然一体，就是阴。所以阴则就是什么？就是它能够泽及万物，能够润泽万物，这个相。这就是我们的祖先相，对吧？这个等一下在下面的时候讲的达旺的时候会跟大家好好的再去研究一下啊，因为还有一个讲义在那，先不急。讲的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意显，就是这一切法中若是你知道这个道理，它能够处处显这个我时，那个我就这个处处利我，能显那个我是大照，那叫大我，因为有大我故能够处处显我，那个叫做什么？随照，那就叫做女娲。所以女娲的娲字旁边从一个女，还是从女，因为她能够泽及万物故，旁边就从一个宽，宽是斜也，那个宽加一个走字旁就叫过失的过，加一个开示的事就叫做人祸的祸，反正都从她来。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本体就是什么，它就是随照，随缘现象，随照。可是你要是从随照之中啊，你要是看错，那就叫做什么？那就叫做邪，歪斜的邪，不是就是偏斜的斜，那就叫斜，就是这个塔斜掉那个斜，不是那个这个正斜的斜。所以这叫什么？你能够在一切大我之中担当一切随，那叫做意显。
所以大致有成。所以这个大致之中，你说师父为什么要这样子讲？我让你要知道，大致不是单单只是知道智体而已啊。智体知道时，它现前就是智用，你永远不能够什么？你不能够在一个法中你讲的时候，你只是单注一项一得。你要是不知道智用，你怎么知道智体？就好像我刚刚讲，你不知道锁，你怎么知道哪里有能呢？你没有能，你到哪里去止锁了？所以在一切所觉之中，你要感受什么是能觉吗？你只要感受什么是能觉，所觉的惑浊就消了。在一切能中，你要什么？你要去深入一切所觉吗？你要能够深入一切所觉，你住在能中的那种一直执着能中的清净，这种妄执什么就破吗？你就不会妄堕能中的清净吗？你就甘心现前，就是甘心回入娑婆。这里面它就是什么？这叫意显，这个大智就有成。假如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道理，你要是根本不在心中去参，下面这句寻之者就具就其缘，具着其也。你要是根本不知道道理，你还有什么可以寻觅而得？你根本不是返本归源，你以为还有寻可得，那已经什么？已经岂能够查到其源头了？你要是用追寻的方法，岂是你能够找到源头的？他都不能够外寻。你把寻心现前当初，不就是你的根本大觉性体吗？寻心都灭，这叫真寻。叫做茫茫波草啊，这个什么？去追寻，追寻就是追寻了吗？茫茫波草是要把过去那些根本乱想的那种寻相，把它扶住了，叫做茫茫波草。水过山摇，路更深了。你要寻错了，那真的是水过山摇，路更深。力尽神疲无处觅，你把力气花尽了，你劳你的精神根本都没地方觅。你就是一定要把众生的妄心妄力，所有的一切妄作都已经劳累了，歇息了，停在哪里了？所以有一些中下根人，他是需要一些法中啊，不断的磨他，磨到他发现，哎，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对吧？甘心不再想了。就像本人出家20年，常常有很多逆境，刚开始逆境就开始不断的翻搅了翻滚了，怎么然后自己又开始从逆境之中不断的什么造口业了，造身业了，造的身口业都造，因为太计较那些逆境，最后真的是历尽神疲，才发现都是这样，每一次都这样，这样捋着以甘心放下，甘心担当，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淡闻风树晚颤音，忽然就感觉到了，对吧？风树跟晚颤，风树是什么时候呢？秋天，要历尽神疲，就是秋天下，一切劳务劳作都歇息了，一切心中的一些坐相，那些劳动你自己甘心停下来了。晚禅是晚上已经太阳快落下来的那时候，过去众生的妄心之日已经歇息之处，但似乎就在这里面，所有的一些万物最初出动那个禅声呢，出动的那个声音在你心中能够浮起，就是走到山穷水尽处，风树晚禅，那你才能够听到感觉到什么，你才能够觉得有一丝回响，找到一点消息。但现在大家都是妄心妄作，讲到一心心一尽性就那种一，讲到一门深入就那种一门深入，对吧？讲到发菩萨心就是将来发愿不要去西方，到我这个道场来，释迦牟尼佛的道场，地藏王的道场，六祖慧能大师的道场，当祖师圆寂之后，天魔第一个来换，那是有德，
有德还被天魔坏，无德那已经不必天魔，人魔都能坏，他将来还能到你道场来啊？都坏光了你不知道吗？何况还不见得是有德，而且你根本就是不通于法。你要知道，就是过去发出善心，他因为心中他向圣，所以今天才有什么？才有如是善心，能够在世间行种种善法。所以今天在这行善法摄受很多人时，我应该也要告诉他们，找到他的本源心境，就是发生善心，发生向圣的心。因为他永远要知道，因为他有这个向圣的心，因为他有念念去西方的心，从此心境是西方的豁达时，他处处到娑婆都是行西方事，那比你那个什么记不记还高级啊？记不记知道吧？都还高级，你应该是在这个上面才是叫做通达心境的人。怎么会佛门之中出了所有现代的大德却从来不通达心境的，讲的话都让人家什么，从此以后根本末法众生总起疑心，你不用念佛了，不用干什么了，经是行的了，不是读的了，这些无名的言语处处充满世间，经是行的，你小孩子读书的时候跟你讲，妈，书是行的了，不用去上学校上课，一定还说不行，一定要读书，不读书怎么能行？对了，对，你自己都知道啊，你怎么骗人？经是行的，不读经你怎么行？理不通你如何行？所以你要是真正是有德的人，你真正是慈善事业，他不但只是救济众生的行为中的困顿嘛，你还要拔济众生根本心中的苦厄嘛，苦厄就是他不知道善根嘛，那你就应该真正是好说道理啊。你告诉他说，有的人他执着是诵经就有福德，你告诉他这个经你要诵，但一定要在心中能够起行，你不能废掉诵经。所以这里面发现，你看现代人他不是诵经他不知道怎么样起行，就是告诉你不要诵经，你只是行的都堕二边了。为什么堕二边知道吗？不通心境。所以通心才法门自在，一显才大智有成。全讲的都是不通心境的话，哪一个菩萨跟你讲说，哎，经是行的啦，不要去读了，这样你告诉他，你儿子读书的时候那书也是行的，也不要读，他一定会跟你讲，要死哦，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我孩子很有出息的，要读书的。那你就跟他讲，要死你怎么这样讲呢？我也很有出息，我要成佛的。这师父开玩笑，开玩笑是有一些比较卑劣的文字，但是不用这些卑劣的文字，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讲那句话真的是要死了。真的是太卑劣了，因为谤坏佛法，一不让人家发心去西方，二不是告诉他们不是发心要成佛，不发心成佛，你发心成佛就好像一个人直接向圣，因为在向圣未成圣之间，他能在世间形成种种善行，你要抓到根源呢、啊。他是为你这种善行而来的善行吗？愚痴，你要告诉他都往生西方发大愿，那每一个人将来生生世世所到的国土，你不要到我的道场来，你每一个人都在外面像开花结果开花布叶一样，处处都有那个慈不慈记不记，那名字长一点。那不是更好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什么？这就是执着有功用行而断了什么？断了根本智慧。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寻之者俱就其缘，谈之者罕穷其奥。你欲说，你欲讲，已经什么？你已经很难、很少能够看到其他的深奥奥理，因为不知道如是深奥故，所以处处所讲的法都是什么？都是被觉人。人家的法身慧命讲一句话都起众生的疑惑，同样是生命，同样是一句话，你就不能起豪解吗？就像华严经中讲的劝学，你要好好说嘛，人家要诵经你告诉他诵经，然后要起行啊，要心跟行要并重嘛，要行你要告诉他，你要诵经你不懂道理怎么能起行呢？所以常常要熏习如是道理嘛。那有些道理它不是用言辞也不是用文句能够传达的，它可能是一种形象，可能是建议你一种向往，
就好像你去亲近大山，大山是一种形象，你去亲近大山那是一种向往，从如是形象跟向往之中自然能生种种妙意在其中。他不见得用坦白的文字或言语你能听得懂的，所以读经或者是礼敬诸佛那是一种形象，那种形象是一种接引导引，所以叫接引相。我上次也讲过，觉心在世间处处都有接引法。他讲我讲的接引就不是众生说的接引啊，众生说的接引那是委屈相，那是卑微相，我总是希望一个神力来接引我，那是自断接引。我说的接引是觉心的成就，你只要真正诚心面对他时，从觉他就可以摄一切觉，这就是接引。这种接引是觉心之中的自然的中的本来面目，本来的灵敏，这里面没有一点委屈，没有一点自我的那种断念。假如说失去了这种接引，那世间就没有善法了，你还要什么，还要立模范身吗？还要在众生面前立什么伟人传记吗？你不必立了，因为不能接引。你为什么在学校立模范身，在世间要立伟人传，在处处告诉你有什么好人的名字？因为讲如是名，他就可以什么提息众生心，这就是接引。他不是要你去依赖如是人呢？可是现在所有的佛门，你看都是后面变成了依赖如是法，依赖如是人，这已经断了接引法门了。所以讲净土都已经不净土了，已经暧昧了接引相了，因为他永远搞不清楚什么是觉。你永远让人家搞不清楚什么是大觉时，所以你只会仗对别人觉心嘛。觉心若断，就是我讲的，若是不通觉心，都是恶法。你不要跟我说你是什么善心，因为众生最初流浪生死就是什么暧昧觉心。好，休息十分钟。